液压马达是液压系统的一种执行元件，它将液压泵提供的液体压力能转变为其输出轴的机械能。液体是传递力和运动的介质，液压马达亦称为油马达，主要应用于注塑机械、工程机械、建筑机械等。从能量转换的观点来看，液压泵与液压马达是可逆工作的液压元件，像任何一种液压泵输入工作液体都可使其变成液压马达工况。反之，当液压马达的主轴由外力矩驱动旋转时，也可变为液压泵工况。但是由于液压马达和液压泵的工作条件不同，对它们的性能要求也不一样，所以同类型的液压马达和液压泵之间仍存在许多差别。